点剧情都没有，这关也太阳春了点。赤练大人吩咐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到这里来。赤练，他一直不愿意一一得到幽姬全部的力量，那看来前方确实有能完成继承仪式的祭坛吧。神魔共此破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小隐匿，别想跑，小隐匿。神魔共此破。来喽！随便杀的。可久等了呢。神魔共此破。嗯，咋做？我可助你。这东西有。这等小事，还需我出手？